好，抓紧，慢慢数，我们在这里哦，八、十、九、二、十、九、九、一百。好，很棒，你很棒，休息一下。你先冷静好不好？弟弟，他这个对他不能用凶的。弟弟来，你看我，关掉。好，我知道，你看着我眼睛，看我眼睛。你平常会数数字吗？一。好，那再来三、四、再来五、六。好，谢谢，不要急，大哥，慢慢数。我们在这里哦。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九七、九八、九九、一百。好，很棒，你很棒。爸爸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好。好。你好，初次见面。赶快回家睡觉洗澡好不好？好。有你们这种警察真的是，对了，人民的保姆真的是很丢脸。对啊，我要保护大家。很丢脸的保姆，不然这条马路都被你们占住了。人家在工作，你们也是红线，也是违规带签呢。如果你们不来问题，这我会来的。线本来就不能停车，然后这位小姐还拿手机出来，那我们就要严正执法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一开始我们好声好气跟你讲说车子请你离开，然后你再跟我讲说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反正我们会申诉你们。没关系，进行举报单上面都有。现在是因为你不出示证件，所以我们只好规定进行举报。我要，你要他看清楚，后面那台车子，因为你的车子挡在这里，所以他就不会过去了。没有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我们现在在搬东西。小姐，这边是红线，请你出示身份证或驾照。驾照在先呢。我也跟你说我要离开了。哦，没有给机会，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我有说要愿意离开，但是你们看我们在搬运，你还是愿意要开我罚单。本来就不能停车，所有人都有看到。你要看清楚，后面那台车子，因为你的车子挡在这里，所以他就不会过去了。没有，那个是因为你，我到现在开的门。现在请你离开，不离开我们就继续哦。继续开你单啊！因为你不服从交通警察，稽查指挥，所以我一定会申诉你们。好，申诉哦。你可以再看我近一点啊。为什么不能走这里？我不能走这里。有你们这种警察，真的是对了，人民的保姆真的是很丢脸。对啊，我要保护大家。很丢脸的保姆，这条马路都被你们占住了。我绝对会上诉你们啊！哦，帅帅哈！人家在工作，你们也是普通线，是违规带签呢。如果你们不违规停车，我会来的。谁会停车？我是在告诉他下货。现在是红线，请你离开，你挡住整条马路。